国宝鱼这好大，伫这雪霸国家公园登记合约之下，去年有12,000+尾，有那创新高。啊，即马大卡去源头遐，而且秘鲁去马上适合这雪馆处有那头一届伫遐来放流啊，较少年的这好大哦。工作人员非常小心，将樱花公园街甲拍落来，走路经过三林小路来到放流点，随即让樱花公园街入去到水域。你看条可以绕进来，来。他跑出去了，跑就跑了。这处放流的水域是大家可以定义为之老毕露溪，水温平均是19-13°，植被真丰富，而且栖地多样性真好。水管处评估，环境真适合樱花公园龟生存。28号头一处来放流300尾一林鲑鱼，希望让族群会使扩大。从这个点往上游也有6公里的一个环境。可以让这些樱花公文龟在这边繁衍，当然它往下游侧往离山方向，到时候也会跟河湾溪汇流。水管处表示，在登记放流合约之下，去年族群达到12,000+，创下历年新高。其中七家湾溪已经达到5,000+，后湾溪甲罗叶尾溪族群嘛渐渐地扩大，成效拢非常好。不过学者认为，目前虽然各条鱼族群渐渐地扩大，不管是在建立2到3代亚族群，来增加基因的差异度。不同的这些流域之间哈，溪流如何能够让它们能够串联在一起哈？那可能比如说包括用拆坝的方式啦，或者是用人为的方式哈，然后来促进它们的交换，我觉得这是下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做的。林新祖表示，目前族群的数量还是无够大，除了继续爱来放流甲补救，各流域亚族群繁衍了后，嘛是爱透过生态廊道来串联水域，达到互相交流，突破基因的再化，增加多样性了后，整体族群才会使因此扩大，嘛增加环境适应力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